们今天介绍的是打鼾术后的一个饮食。那打鼾的病人，他手术后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伤口问题。那我们为了不要让伤口受到食物的渣的一个影响，那影响到伤口的愈合，我们首先会采用的是所谓的清流子饮食。所谓清流子饮食，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渣的，那不让食物的渣影响到我们伤口愈合。比如说我们可以喝一些所谓的米浆，然后比如说我们喝一些蜂蜜水，或者是一些甚至一些轻的果冻也是可以。还有比如说我们一些还有一些商业配方是所谓的清流子的配方。那这些配方这些食物它没有渣，然后所以对一些伤口上的愈合上会有一些所谓的不受到它的一些食物的一个影响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伤口愈合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那医生会建议我们饮食可以再做一些进阶。那我们会再进阶所谓的全流饮食。那这些全流饮食，比如说我们喝在市面上常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喝所谓的冰豆浆啦、冰牛奶啦、冰的阿华田啦、可可粉，这些都可以。那如果说这些口感比较说可能会有这些吃腻的现象，比如说市面上还有一些所谓的商业配方，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桉树啦，还有一些低色氏菌的配方啦，那他们有一些草莓口味啦，还有香草口味或者可可粉的口味，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甚至如果说没有饱足感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所谓的婴儿配方的一个食品，比如说我们可以喝婴儿的蔬菜泥啦、水果泥啦，或者是它的鸡肉泥、牛肉泥都可以。可是这些配方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淡，那我们可以加一些盐巴进来调味，那调成适合我们自己饮用的一个配方的一个浓度啊，或者是口味都可以。那等我们伤口再进阶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一个半流子饮食。那这些半流子饮食其实它的质地的话，就是比我们的那个全流子再进阶哈，比如说它更有一些渣啦哈，那或者一些蔬菜的加进来，那我们比较没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咀嚼上的困扰哈，就是你如果用力去做一些咀嚼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伤口一些愈合。那这时候我们可会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绞肉哈，那有时候绞肉可能觉得太粗的话，那我们可以请肉商再帮我们绞两次啊，绞三次都可以。那或者一些鱼肉啦，或者鸡肉，这些绞的肉再加上我们所谓的蔬菜，那蔬菜的话也是需要把它剁碎，剁碎之后再去做烹调。那烹调完之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稀饭，然后再去混合，然后做一些烹调调味，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些食用。那主要它就是不需要太过于用力去做一些咀嚼，那不影响到我们的伤口的愈合一个状态下，这些都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如果说比如说想要吃市面的广东粥啦、鱼肉粥啦、蔬菜粥，这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在选择上面，记得第一个，我们开始吃的时候，一定是要先采用所谓冷的饮食。那冷的话，才不会说甚至冰的，它才不会影响到我们伤口的充血啦，甚至可以让我们的伤口不至于那么疼痛那再来进阶得到伤口比较愈合，再恢复慢慢的恢复到常温状态，然后等它愈合之后我们才会建议说吃一些热的食物这样子哈。那在饮食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尽量我们就是要听从医师的指示，一定要照伤口愈合状态才去做一些食物的一个进阶，那不至于影响到我们伤口愈合，那还可以解决掉我们多年的一个打鼾的一个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听从医生的指示，然后做一些饮食上的一个照顾达到我们的一个术后的一个照顾的目标。谢谢。